人五组里面挑选出来的唯一一组可以去请教首席二重唱的。二重唱的最后机会，他们能否把握？希望自己可以一步一步的得到出品人的认可。我相信我一定有机会去冲击首席的。我觉得我两个好搭，太会唱了，他有情感。谁能突围而出，请教首席？星期五晚8点10分，特伦苏，深入人心。